冰间离谱无冰线推塔，各大直播间反应。拆下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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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是绕过去拆下高，拆下高，拆下高。哎，扛塔扛死了，是靠你没拆掉。我的妈呀！扛水晶把自己玩，我看掉了，没干扰，扛三塔，真牛啊！这一波，这真牛啊！塔还没拆掉。人也死了，龙也没了，一开始原来水晶，结果是拆下高，结果大乔扛塔，最脆的那个人扛塔。大乔你要干嘛？你要偷水晶吗？夫人直接往下，你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你要偷水晶。哦，拆下高，真的是你吓。等一下，扛塔扛死了，大乔没回去。那这个龙王就这龙拱手让掉了呀，给我笑死了，兄弟们，20分钟来了，这样一波操作给我笑死了，兄弟们真的是给我笑死了，没有带干扰，我以为他要偷水晶呢，这真的是给我笑死了，对，啊，冰城真的是，你看他们想干嘛？这是干嘛？偷家，兄弟，哇，这什么战术呀？传，我感觉 TTG 这波有点上头了 ，TTG， 这大乔，这大乔直接白给，没有干扰是吗？那没了呀，你没个大乔我开龙了呀，兄弟。哦，那输了呀，兄弟，那龙一拿你还打个屁啊？天哦，这什么战术？哇，这个大乔战术玩的明白呀，透彻，这个顶级理解。这是在干嘛呀？这大乔想干嘛？哎，这是在干嘛呀？拆下高吗？哎，还能这样玩的呀？等一下，哎，大乔，我操，真牛逼！牛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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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这个龙牛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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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放风暴龙不放，放了风暴龙王不说，还他妈死了。牛逼牛逼！带干扰，这一波他妈的屌屌屌屌屌！对，我愿称你为最强。